现在我为大家整体的演练一遍七星拳。 现在，我把七星拳分为三段进行教学和演练。现在我把第一段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遍。 接下来我们进行少林七星拳的分节动作教学。第一式，十礼，两腿自然站立，两手平举与头顶，然后缓缓下落，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 现在，我们大家一起把少林七拳的第一个动作十礼演练一遍。 现在，我把下一个动作。 为大家讲解一遍，跨步前手，腿往左方跨半步，手自然下抖，与两腿侧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次跨步前手。 现在，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：七星护膝，左手由右向左方格挡，左手护膝放于左膝盖前方，呈下蹲步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七星护膝。 现在我为大家把下一个动作讲解一遍：挑手护膝弓步冲拳，手由左方向右挑，然后护右膝，变弓步冲拳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：挑手护膝弓步冲拳。
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，元手马步接拳，手由顺着脸部向左方格挡，拳下截放于右膝盖上方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元手马步接拳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，并步平勾拳，步子不动，右步自然往左步靠拢，震僵拳下勾。现在我把平步勾拳的反面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，勾拳放到膝盖的前方为直立拳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并步平勾拳。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并步平勾拳的反面动作。现在我为大家把下一个动作马步接拳讲解一遍，右步向右步跨变马步，拳直接放于右膝盖的上方会接拳。现在我把马步接拳的反面动作为大家演练一遍，我们大家一起把下一个动作马步接拳演练一遍。马步接拳的反面动作，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，马步撞肘变扳手，肘撞出去变弓步扳手，扳手的高度与对方的鼻梁骨与自己的鼻梁骨相对到高度一样，五支并拢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马步撞肘变扳手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，护肩扳手弹腿七星，护肩手左手从右肩往前方抓，手右手扳出去扳手，后手往后挑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护肩扳手弹腿七星。上步踩跤转身七星，左步向前跨半步，前手变掌直刺出去，转身扳手高度与你的下巴照平，右手放在背后步尾蹲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遍上步踩跤转身七星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新拳的第一段整体的为大家演练一遍。
现在我把轻拳的第二个分解动作为大家整体的演练一遍。 把轻拳的第二段的分解动作为大家讲解。下一个动作，勾腿拓掌。先做左勾腿，由外侧往里圈勾，后挑，交心对着膝盖，掌从腰间外托。 由下上托，第二个右勾腿左拓掌，第三个左勾腿右拓掌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三勾腿拓掌为大家演练。 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，调肘qixing，左步下落于右脚前方，右脚向左脚并起，肘上挑，qixing，前手放到右膝盖前方，左手放于高度与下巴与下巴放平，放于右肩。 现在我们把下一个动作调肘qixing为大家演练一遍。 下面我把下一个动作护肩扳手探腿qixing为大家讲解一遍。右手上挑，左手前抓。 右手由腰间向外板出，后手后撩，腿直接弹出。左手放于左膝盖前方，右手放在右左肩，护着你下巴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调手护肩扳手探腿qixing为大家演练一次。 下一个动作，滚身三重拳为大家讲解一遍。上左步，左手从右手臂内侧卷着滚出，右手护左肩，左弓步，右手从左臂内侧外冲，右弓步，同样。 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滚身三重拳为大家演练一遍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调肘qixing为大家讲解一遍。右步向左步靠拢。 右肘上挑，左掌托右拳下落，变前手，右手落到右膝盖前方，左手
放在右肩，护下巴。现在我们大家为八调整七星，为大家演练一遍。现在我们下一个动作，护肩反手弹腿七星，为大家讲解一遍。右手外摆外格挡，左手前抓，手从腰间摆出去。第一个是立起来，现在是放平，摆出去弹腿七星，步下蹲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护肩反手弹腿七星，为大家演练一遍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。马步亮掌，左步前上掌，由右侧向左侧各挡。马步亮掌的反面动作，掌放于太阳穴的侧面。我们大家一起把马步亮掌演练一次。马步亮掌的反面动作，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并步盘肘为大家讲解一遍。右步向左步靠拢，右肘托起向左后面震腰，目视斜方。现在我们把并步盘肘为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们大家把七星拳的第二段整体动作为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七星拳的第三段动作整体为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新拳的第三段动作分解练习与讲解。下一个动作，外摆右弓步冲拳，外摆落地左圈
放于左侧的腰间，垫弓步前冲，外摆弓步冲拳的反面动作。我们大家一起把外摆弓步冲拳演练一次。外摆弓步冲拳的反面动作，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掠手马步接拳我再讲解一遍。左手变前手，顺着脸右侧往左侧格挡，右拳下截变马步，拳放到右膝盖的上侧，掠手马步接拳的反面动作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掠手马步接拳演练一次。掠手马步接拳的反面动作，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并步平衡拳为大家讲解。步右步直接向左步靠拢，正交右拳从右膝盖的右侧向左侧平勾。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把并步平衡拳为大家演练一次。下面我们下一个动作马步接拳为大家讲解。右步向右跨半步，右拳向下方截变马步，目视斜下方。现在我们大家把马步接拳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马步撞肘变扳手再讲解。拳接起，肘向前方顶，弓步变弓步，马步变弓步变扳手，扳手与自己的鼻梁骨相平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们把马步撞肘变扳手不对啊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步间扳手弹子七星为大家讲解。左手向右侧抓，右手以扳手向外扳出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们把步间扳手弹子七星为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二起变马步单边我再讲解一次。二起变跳跃踢左膝，右拳左掌先下扑步，身子往前带蹬后腿弓步，马步单边弓单边。我把二起变弓步单边的反面动作不再演练。看左拳，现在我们把二起变弓步单边不再演练一次。现在我们把二起变弓步单边的反面动作，我再演练。
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，收步齐行，我再讲解。左步往右步的前方跨，左手顺着你的顺着左腿往前，各挡放在左腿的左膝盖的前方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们大家把收步齐行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下一个动作左右弓步同拳为大家讲解。与上次的一次不同，上左步冲左拳，上右步冲右拳。现在我们大家把左右两冲拳为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转身呼吸托天马步齐行为大家讲解。右步向左转一带，然后右手先左手朝下方，然后变马步，右手下落，马步齐行，上呼咽喉，下呼裆。现在我们把转身呼吸托垫马步齐行为大家演练一次。现在我把下动作为大家讲解一次。并步按掌，手自然上托，收左步由头上方缓缓向下压。并步按掌，现在我们大家把并步按掌演练一次。我把下一个动作一起还原，我再讲解。手给并步按掌一样，缓缓上托，在头顶合十，缓缓下落，以胸前。现在我们大家把一起还原演练一次。现在我们大家把轻拳的第三段整体动作为大家演练。Thank you.
就学成为初为只有十岁之前学习一个大道士，也是一个千秋功业，在你们把它整理出来真是功德无量，最后祝你们办得成功，一切顺利。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，又有健身的价值，需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。传统的武术有灭绝这个危险，需要传播发扬和广大，保留传统武术。第一式，十里，两腿自然站立，两手平举，与头顶，然后缓缓下落，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现在，我们大家一起把少林拳的第一个动作施礼，演练一遍。现在，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：跨步前手，腿往左方跨半步，手自然下抖，与两腿侧，目视前方。现在，我们大家一起演练一次：跨步前手。现在，我把下一个动作为大家讲解一遍：qixing呼吸，左手。现在，我为大家整体的演练一遍qixing拳。接下来我们进行少林轻拳的分解动作教学。现在我把轻拳分为三段进行教学和演练。现在我把第一段完整的为大家演练一遍。
Thank you.